包工头的了，咱不得了，哎，不跟你玩了，我跟你好好来一把野。好家伙 ，ED 怎么抓人？我就不信没有一个打野是没有控制的。你问 ED 怎么打野，就相当于问瞎子怎么抓人一样。瞎子有位移，我也有位移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抓？啊，瞎子有减速，那有没有没有位移又没有减速又没有控制的英雄？或者是有位移，但是没有控制跟减速的英雄，有吧？打野英雄。剑圣是吧？对呀，那剑圣前期怎么抓人呢？那剑圣还怎么打野？像你说的似的。先打个红来。我出错了，我出了三个药瓶干嘛呀？磕了吧，那这药瓶都出出来了。前期不去下路，中路可以试一试。别吃这经验，他马上升三。好，可以上了。好，正好来了一波小兵，让我打个黑暗收割也可以啊。往下走来，耽误时间了。你干嘛呢？你给个人头啊！我天哪，我都往这赶了，你干啥呢？你说，说了下路好抓，也不给点面子，打个谢吧。我往中走，往这走来，往这走，往这走，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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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走，别着急啊！你说你闪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说你他妈半管子血，你有什么好闪的？你给我气死了都！我跟你旁边你闪啥呀，大哥呀？你这，哎呦我天，跟你们配合配合，真是累呀，真累，累得慌。别人闪我气啥？他不闪，现在夹着踢着他，我不用交这个闪，我就能粘住他了。这样他就直接回塔了，我气啥？我闪现丢了，我可不气吗？我不用交闪的玩意儿，他扒他一个闪现，我还得闪。等寒冰啊，这边有红可以抓下。好，妖精要上了，往前走来。假的吧？哎，真的呀！我靠，真的妖精为什么能走得掉啊？拉克不是没 Q 到吗？我感，哎，我感觉他 Q 到了呀，他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怎么能没出着呢？这么好扣的他没出着。哎，对，就愣送。我来帮你把这劫收了吧。
哎呀，我操，他溜了。这位置为什么会有眼儿啊？等一下啊，这个杰可能要杀我。我就不信你这么点破血敢上。哎，我今天就站这里来，你回来了。打红的。打完红赶紧回家，两千来块。这把我决定先出个血，先来个900的明朗之靴，再来个女神之泪，出一个红宝石。可以去上路抓一抓了，这狗头人已经可以帮了，有减速了。先把蓝打了，这个位置有眼儿啊。再见。这人怎么搁这打蟹呢？玩呢？别急啊，等杰出来我们再上。上来。死！我操！那闪没打出来，就别这么搞了。闪没打出来，干嘛呢？这是。哎，好烦！又他妈来个劫！下边再杀这个那个杰斯吧，杰斯不好杀。上边把闪交了，下边再杀他。考古学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谁发现？我这峡谷打了吧，来来来来来，
逼怎么什么都抢？我操了！还好我有惩戒，还好我有惩戒。你说我把这个峡谷拿完，直接把上路一拆，这杰斯又死。回家了。我先恶心他的，我恶心他啥了？哎呀，算了，我这不能说话，真的。那阿卡丽呀，就是我只要说了哪个队友了，或者是咋咋地了，就稍微的哎小说一句，或者是我不说都不行。那队友就是我那队友，从来都是你爹你妈的，就紧着帮说话就哎。我就是你的仇人，我欠了你一千万。这其实我都明白，这都不能说，也无法讲道理，没说没一个说，根本说不了。哎呦我，可以。我少说话，真的呀，我就得少说话。我说一句上路十级，哎，他能跟你反驳一百句，因为你才八级，啊，他就能这么说，我都不知道因为啥，没法说，没法沟通，沟通不了，不好好说话。完了，这波操作有点问题，我没想到他能往右跑。谁吹波扣了呀？未来守护者杰斯吹波扣了。哎呦！我们应该是有点无敌了，在这等一下杰斯。哟，一个技能没动。A 一下就行。他能打炮，我不能打炮。
哎，我再等他一下好了，刚才我应该再等他一下，有点上快了，上的太快了，第二个技能第三个技能都没动。这里有眼儿吗？我估计可能有眼儿，左边应该是查眼儿了。刚才这杰斯没杀了，挺难受的。要聚聚啊，不过我们家有狗头人。呀，这妖精怎么死的呀？这杰身上有红。妈的！哎。哟，怎么回事？这杰为什么没死啊？这杰走哪的了？哎呦我操！刚才这波他没死，我没想到啊！我这一手简单的大招居然没把他收掉，我的妈呀！这1000块钱没收着。这个杰，我想想啊，对面应该不需要护甲，我们这把来一个，还得是来个破败，先来个吸血，小龙吧，兄弟们，小龙吧。九头蛇也行哈，哎，九头蛇也行，给你刮个大吧，一上来惩戒 W 接 Q， 这个人头我要定了。好，居然不是我的人头，这个1000块钱居然是拉克斯的，来条小龙吧。
走寻常路啊，这帮人没个嘴。技能稍微有点歪。我很开心，战胜邪恶，生活美好。看那边他不想着换我，他想着跑，我都不知道他跑啥。你说这有什么好跑的？小黄毛的伤害感觉没有多高啊。姐，我估计要找我来了吧。拉克斯你不怕呀？这里头有人啊。这大姐可挺吓人的啊。来死八百，哎，伤害还可以啊。这不回来一手？妖精在哪里？我试试我的伤害啊，还行。跟我打，你还要双杀？哇靠，这人怎么来的呀？哦呦，火影，我都没见到人。给我拿下兄弟们。收集者了，我这怎么夸一下子闪现到我面前来了？你打一个呀！这狗头人。给大呀，你先给大伙给大，他不死了吗？哎呀，早啊呀，算了，不跟你说话了，跟你配合配合真费劲呢。我都点信号了，我说你大大大。哎，也不放个屁，你说，哎，我的天哪，跟你配合配合真难受，真是犯难受，头痛。到手的人头跑了，我激动啥的，我人头没了，那可不激动吗？快跑快跑，这得快跑了，这为什么都是别人的人，我们家人呢？怎么的，哎呀我天，我们家的人呢？格子疼啊，别打了，找个人呢，你们寒冰跟我都死了，拉倒吧。那狗头人再猛，这一波他也打不过呀，是不是？那就别打了呗。
希望对面不要打大龙就行了，看看是打小龙了还是打大龙了啊，讨厌的。还行，大龙没打就行。他也太装了，这样黑死他得了呀！我说，你给我死！哎呀，小兵有点多，我有点无敌了。我感觉到我已经有点无敌了。哎呦！魔切没开，魔切点不了，应该有红。我打死他，小老弟！打大龙来！来啊！女警不走寻常路啊！打他！我来，不用你们，这个我来。耶？那中推吧呢？既然都这样了，那中推吧呢？我这小黄毛玩的确实不咋地，技能命中率确实有点低。这 AD 我是真有点玩不来。没有大了吧你们？哎，你们没有大，你给我装什么杯呢？没有大你们好使吗？啊！喊谁？哪来的杰斯？操！但我也是真是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妖精儿，你说他站那儿不动了，他，我本来我是预判扣的，你知道吧？人家在那儿一站，不动了。你说我技能命中率能不低吗？我都醉了，是不打大龙去了？打没打？今天我就给你来一个简简单单的大招呀，你看一看，死！妈个蛋的，这不死啊！心理学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，小伙子。我来自一个探险世家，天生就太极地吧，这来一剑，中！这个不是大胡啊，这个不是大胡。你要分析这个劫，他的心理特征。你首先你得分析这个劫，他平时他是怎么玩游戏的。